我的确看到真的僵尸苍鹰奶油柱，他们俩是职业杀手。<笑>是啊，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一定要他八五太公再拜一次棺材。喂，看风水的，九阴去才是可以把方圆五里之内所有阴宅的好运全都吸给自己的子孙，坟以后都不能再搬。 那个僵尸，是不是藏在电视台里？现在什么年代了，僵尸？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电视台就是这样，不会是尸变吧？啊！没吓到你吧？没有，大哥疯了。你大哥被鬼迷？什么？不就人一个？别动！都是三界伏魔大帝、斗堂哪吒三太子。 齐天大圣请上身，大显神威！大哥，救命啊！快走！看准了机会，朝狮王心脏插下去。